你好，朋友，你好。我是李翔，我是刚果人，我在中国学习，我在对外经贸大学学习。哦，我是中国人。你好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加强。你好。OK，我很高兴认识你啊。这里是疫情时间不能开放，因为疫情。有的时候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很多人。我能走走一走，好，可以。有很多人，但是今天里面有很多人，为什么没有很多人？现在中国防疫疫情不能开放这么多人进来玩，因为现在是普通时间是偶尔有几个人来过来玩就可以了。它也是开放，但是没不准那么多人进来。然后你觉得在北京生活怎么样？我刚来这北京玩，我是广东的，Hello，你广是东人。广州人吗？你什么对，时候来北京？我2个月前。2个年以前，2个月前，2个月。好吧，那什么时候回来你的国家？你的乡？过了年就回去了，过年就回家了。好吧，你在北京干什么？我在北京现在来玩。你去过外国吗？没有，你打算去哪个国家？我喜欢中国，我喜欢我的国家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你别的都不要？对。为什么？为什因为我么？们中国很强大，很多地方很美啊。因为我都很多地方没去过中国，为什么我还要去外省呢？外国呢？是不是？但是你知道，在北京，在中国有很多外国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但为什么你不想去外国？我的中国没有好的习惯呢，我都没去过。我有景点啊，很多景点很美丽，特别是长城我都没去。我现在在北京，天安门刚刚去了，然后再到这里。我没很多风景没去，广州啊，什么地方呢？我好多地方，中国好多地方都是好好的美景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你不想去外国，对，但是我要请你来我的国家，刚果。刚果，对，哦，我要请你来看，在刚果有很多动物，有很多好看的地方。OK。谢谢朋友，请你戴好口罩啊、好吧，我有我的国家，没问题。防疫疫情一期间，中国人加油！中国人加油，很对，爱中国。你说我很爱刚果，我说我很爱中我国。也爱刚果，我也没去过。我很爱中国，才中国。OK，Goodbye